同学们，这一节呢，我们讲杂数了。杂数呢，我们从这个范宽的一种画法来看书啊。你们看啊，这是一幅范宽画的杂数啊。如果我们要连目的话呢，我们先从前面一幅先连去啊。你看，它就是点的啊。那我先讲解一下啊。它这个方法，你看啊，先是前面一幅是点的，圆点的，那么这个旁边一块呢是圆圈的那个啊，也起到一种变化啊。那么在后面呢，一块呢是松树，哎，用线呢勾的，哎，这也是起到一种变化。再后面呢一种红点，小红点，哎，红的啊。那么这也是一种好了以后呢，这很高大的，下面呢它又补了一块，那个很低效的一个小的杉树啊。那么这样旁边呢，你看有一种水电的啊。水电呢比较淡，你看这里浓，这里就淡一点。虽然是过滤，哎，也起到一种呼应的作用啊。那在这里旁边呢，它你看用勾啊三张叶子的那勾出来的线条啊，前面浓一点啊，这里淡一点啊。那么后面一块呢，哎，它是用用三根一线条来勾出来的淡的那一些勾线的啊，你看，哎，也起到一种比这个。这个是用好像写的，这个是勾的啊，这是它的布局呢，看起来很舒服。我们可以做一种范本来也就啊学习啊，我现在就开始教大家画啊。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从这种看这棵树看是呢，我们拿一种铅笔先画一个圆啊，叫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也先画的圆啊，画的这个基本的圆啊轮廓啊。那么这种呢是一种六撇的铅笔，比较圆。啊，一定要用软的，不能用硬的啊，用矮器的一种铅笔，太硬，太硬了以后呢，你画好以后呢，有印子，这个橡皮擦不掉啊，这个六皮的呢，擦起来比较方便啊。我们先画啊，啊，这样的画这个基本的生长的方法啊，啊，简单的啊，勾一下，啊，勾到这里啊，这样呢，画起来呢比较啊方便一些啊。好，我们呢开始用毛笔来画啊。我们呢要从上面开始画下来。为什么上面画下来？上面呢，因为那这里呢，我们笔上浓啊，一直下去呢比较方便，哎，参差起来呢也方便，哎，这样呢，哎，画啊，哎，那淡了以后呢，再用浓，哎，也起到一种变化。这里呢开始啊。这样出去也可以那种，哎，上面也可以那种，这里下面画上去也可以的，哎，这样你掌握这个形态就是啊，这样呢就是方便一点啊。好，下面呢是树根了啊，树根呢，你不要看树根，好像也是很要紧的。你用笔呢也要有枯树浓淡，哎，很有力的，哎，否则呢这棵树呢没有，哎，这个扎根呢扎得不好的话呢，哎，看起来没有力度，哎，所以画树根也是一种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要注意不能马虎。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点了，点了呢也是淡墨水啊，清水里面蘸一下啊。那么直接可以在清水里面蘸一下，那么再用浓笔啊，墨里浓墨里上蘸一下啊，从靠近的树干的部分，再用力的来点几笔，那这个就是好像树叶了，再靠得很紧密的啊，那么这个是浓的啊，那么渐渐的呢，这个笔上的水分带起来了，那么旁边慢慢的点开了，哎。那么，如果笔呢枯了以后，啊，也不要紧，你就慢一点点，很有力的把它点下去，哎，不要好像很轻薄的这样点点，啊，你这样点点就是没有力的。那么你要再一点是枯了，再一点水啊，水了呢，就是水，这个笔上呢你淡了，哎，淡了你就浓的旁边你再补充一下。
我去摘一下榕吧啊，画第二只树啊，也是从上面开始啊，因为我熟悉啊，就是不用铅笔了啊。如果你们同学们要练的时候呢，先用铅笔来勾一下，怎样呢？比较不容易画的接不上啊，因为我比较熟悉，就直接画了。那么我们又要圈了啊，圆圈，封圆圈啊，圆圈呢也是从树干的附近开始圈，绒的开始啊，慢慢的淡起来了啊，就在旁边加。圈的时候呢，也要有树篾来辟起来。我这个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画后面一棵松树了啊。松树呢，你用笔要带一点的啊，因为是它最后开下来，在这一座里面，这一座是最后面。那么这里浓了，那么后面你适当带一点啊，也是从上面开树啊，从这个松梢上面啊开树。那么你注意一下它这个比例啊，你看看这个这个在这里啊，这两座你看看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开树了。那么也是从上面画下来，带一点，带的时候呢，你用笔呢也要慢一点，这样子这样的你看很老辣的一种用松盖比较老辣，那么你用笔也要沉住，不要浮不要很这样很轻飘的这样画过去，同样是也要这样，那么也稍微有点浓了，也不要紧。那么就速度快一点，马上，浓了以后，嘴里面润一下，这样的就淡了。这样下去，画松针，先浓的开始呢，一柱一柱的松针，枯的也不要紧，这里让它枯好了，那么这里呢，下面应该带一点，因为这一株松树呢，基本上要这个它的调子呢是带的，为什么它是最后面的？所以呢，稍微有点枯不要紧，一点，那么你就清水摘一下那么这里就带有时候不要摘嘛。壁上也还有榕木呢，你不要去摘木了，你就清水里面润一下，那么就带了。你可以画的时候，你看有带到浓，也是一种韵味。下面呢，这里面呢可以加稍微浓一点的松针，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呢。它光线呢比较暗，怎样呢也起到一些节奏作用。上面带，这里浓，这个呢，这个温凉呢，好像能够压得住一点，所以这里浓一点这样好了以后呢，再点几滴浓的，一些松针旁边的，一些好像是，那个松果一样的，树上有点分量，看见。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还有一棵高大的树我把它画出来因为这里都是平的啦，都平了的以后呢，我们要耸起一点起到一些穿插的作用这棵树呢也是从上面开始画，稍微用笔带一点就你出笔的时候呢，也要有力从下面上升的时候呢，也是很有力度的出去。这棵树呢是用红，这个是呢红的，是这就基本上圆混的。那么这个呢用扁的一种红的你看从这样点西奈子是带里面呢你也要有很有力，有点枯这样，那么水分少那么你就要慢慢的按下去让它是很有力的
出现一种里面的有枯有湿，你看啊，也就是说枯而不干啊，达到这种味道。看看枯的为什么不干呢？因为呢你看烈度透到线子的后面，慢慢的让它渗透进去，现在呢看起来枯瘪，但是很滋人，所以这个你要注意，特别是花那个后面的比较远一点的树，这个树也不能飘，吸着带带的也要沉住，泥泞里面呢也要稍微加一点浓的，这么能够起到一个醒的作用，让它醒一下，否则呢好像平了，这也是一种艺术的处理的一种手法，有变化啊。这样呢我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呢，因为这一只是高大的，那么下面呢有低矮的一只要补充一下啊，否则的话呢压不住，再高起来呢这个构图上呢不怎么好看，那么这小的一户啊，下面一户小的杉树，那可以浓一点的，因为它比较近，用笔可以浓，那么它的发臂也要有力，有枯有湿，很有力的，好像这只臂好像刀子一样划在那个石头上一样，看起来就力度就出来了。这一组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补充一次啊，这一只呢要高一点，那么这里呢要带一点，稍微离开一点，起到一些辅助作用。也是从上面画下来的。这个叶子呢是水一点，水一点呢你也要有枯湿相间啊，那么基本上的树的色调呢也是淡的，没有不要超过中间那个浓的，这也是一个主跟处一种分层一定要有，不要把那个处要的北层的化成主要的还浓起来的，这就不符合整个艺术的处理了，你一定要注意中间那个这样浓的，那旁边应该是淡一点的，稍微中间一点浓，那么看起来就舒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用颜料来扎色了。扎色呢我们从中间的一户主要的看书开始主要的这一户呢是用墨的了，但是墨旁边呢我们用花青来润一下先用花青。淡奶的花青来把它扔一下，扔的时候呢你也要点，不能平涂也要像用点的一样，用笔的一样，也不能再平涂也要这样点，这样呢起到一些呼应作用，有味道，也看起来呢也好像是也是用笔，不是平涂也不是描，这个很要紧，现在这个是颜色好像是辅助的，但是也要认认真真的点出来，那你看有味道了整个东西也跟起到一些很呼吁很下调的一种作用，那么叶的这个花青点好以后呢，树的那个扎实呢我们最后所有的树干呢最后加，那么我们先加的叶那么旁边这个树呢应该是扎实加那个珠标，这样这种颜色呢是恰到好处，是枫叶的恰到好处从中间开始这个因为调颜色呢不一定一下子在碟子里面很准确，现在我觉得里面呢好像不够红，那么再补充一下，再加一点珠标，再多调一点那么中间再点上去，觉得好像还不够浓那不要紧，你这样尽管滴好滴好了，滴
叠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你在叠好的地方在上面也可以加，哎，你现在把它叠好，可以呢，这种方法也可以用的，哎，产生一种统调，哎，统一的这种，哎，你看一种扎实的，哎，里面呢还有墨，还有一种扎墨，也就灰的一种扎墨在里面，哎，也好，很沉重，哎。你全部把它叠好，最后呢，再用朱标哎来叠补上几遍，这样呢它就是醒出来的，起到一种醒的作用啊。你看我全部很随便的把它叠好，那么我们朱标了哎，重重的朱标哎，调在壁上啊，调在壁上之后呢，那么你可以夹在中间了来、哎、那个，这样呢，你看很老练了那个。那么它的那有的地方不需要加，哎，中间的地方呢，靠近树干的地方你加一点，哎，这样呢，你看又变化了，这样的啊，好了，松针的颜色呢，我们用花青啊，上面呢啊，用花青去蘸，花青蘸好以后呢，再在那个16啊，我在这36上面再调一下，变成这种颜色啊。过渡色啊，那么我们在先浓的地方先用，哎，壁上很浓了，那么浓的地方呢先用啊，如果太浓了，在清水里面蘸一下，哎，这样要点啊，不是平度啊，要点。也就是呢，一柱。里面呢，你看一柱松针，你点一下，把它混开来，哎，也挺有味道的，哎。那么你点好以后呢，哎，你还可以用清水，在那个点的松针旁边呢，再混一下，你看着啊，也起到很有韵味的一些作用，啊、哎。那么把这个壁上的颜料在清水里面洗清上，哎，那么在这个颜色旁边，你看啊，再用清水来。把它混一下，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松针呢，它这个，这个松针了很多的叶子，那么如果点好颜色点上去之后，这个边上呢很僵了，那不好看。那么让它的那个清水呢，淡淡的让它混开来一下，哎，起到朦朦胧胧的一种作用，这样呢也是一种，松针的里面的一种气氛呢。粉味就出来了，哎，朦朦胧胧的一种，很有，哎，看起来好像很灭的一种东西一样，哎，你看，跟这其他的不一样了，这种味道就出来了，哎，要用清水的混一下，哎，好，那么好了以后呢，旁边这一块呢，里面呢，我们是有红贴的，但是呢，颜料呢，可以不用。啊，就用淡墨水，用清水啊，放进淡墨水，哎，淡墨蘸一下啊。那么在旁边呢，就是很多的水分很多的，哎，在这个树叶的旁边，哎，把它点一下，哎，就是淡墨，很淡的，很淡的，清水的，接近于清水一样的淡墨，哎，混一下，这样也很有韵味的。因为这里是色彩，那么这里就是用墨。哎，也起到一些补衬的一些作用。否则呢，这里也用颜色的话呢，跟这里要冲了。哎，这也是一种变化，一种处理这种手法。哎，中国画就是这样。哎，它这个颜色用水墨跟颜料两个交搭起来。哎，那么下面之后呢，不能水墨了，那么应该用颜料了。那么下面呢，也是用花青绘足啊，花青浓一点也可以啊。那么也要像，像用墨笔一样的写上去一样，哎，从下面的这样下来会多一点，因为你它这个墨水呢是枯的，那么颜料呢可以色一点，哎，水分多一点，哎，那么好了以后呢，你看这样啊，好像这个边上这个线条很僵的，那么那这支笔呢用清水学一下，那么。就那个清水啊，哎，旁边呢也混一下，
让它也起到一些朦朦胧胧的一些作用，哎，很厚的，哎，里面这个叶子很密的这样，否则呢要僵了，那这样的呢，很调和的呢，哎，用清水，哎，但是清水里面也有点淡墨水，哎，这样子也很厚，哎，这样看起来很调和的呢，哎，这是一种窍门，哎，一种法门，所以要记住，哎，你看。啊，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宋正的那个颜料呢？你看，很调。如果干了以后呢，还要好看，还要朦朦胧，这个神采还要丰富。啊，那么我在旁边呢，就是用石榴好了啊。石榴里面呢，也再放一点那个墨，啊，也可以。石榴放一点墨，哎，再起到一些变化。几种这一株树里面的颜色呢，也要一种变化啊。那么这叶子呢是枯的，那么用颜料的时候呢，也要。又不跟它相反，就要色，哎，这是一种阴阳的调物，哎，你试一下，这样很调和了，哎，你看，这个带的，哎，其实这一株里面呢，这棵树最带，哎，看起来呢，就是起到这一株很浓的，这里是带的，起到一种皮层的作用。那么好了以后呢，我们就上了树干了。树干呢，我们中间这一块呢，用浓一点的砂石啊，也是从上面下来的。你扎树干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呢也可以留一点白空白，哎，这样呢也起到一些亮点作用。亮点呢也是一种松灵的一种感觉，哎，中间一块是要浓一点啊。哎，这样你看，这一直在下面，好，那么松树的这个，在松针旁边呢，你也可以，松针的颜料已经是扎好了以后呢，也可以加上去，跟那个颜料呢混在一起，哎，这样呢也很调和，哎，也很调和，哎，这样啊，那么再下来。那么这棵红的叶子旁边呢，再加那个扎实呢，一填呢不好看了，又就是平了。那么干脆就留着白的，留白也有一种味道。那么有的树干呢，大自然里面有的树干也是很白的，哎，这样呢就把它留着啊。那么后面这棵树干里面呢，扎实里面呢再放一点那个石榴，我再花青，哎，看这个。做蚱黄里面呢有点绿，哎，大自然里面也有树干，也有的，树干不是黄的，也是绿的，带一点绿的，这样呢也比较好看啊。那么这棵小树呢，那你可以用扎实了，哎，小树呢，因为这里也有一种节奏，跟这个大树干呢，也就起到一种呼应的作用。那么这中间有颜料呢，可以补上去。这棵小树的树干呢，也要淡一点啊。我们从上面下来，哎，要淡点的，哎，扎实，哎，不要太浓。啊，浓了以后呢，跟那个中间一块主要的起到一些冲的作用的。好，这样呢，这幅画呢，我们就画到这里。今天我讲的杂树呢，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呢，我准备专门画松树，啊，我就讲到这里。